是吴大师秘密，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冰冰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太太叫冰冰哎，吴大师冰冰。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叫的吴大师冰冰。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但是哔哔哔哔，吴大师，吴大师，哔哔哔哔，吴大师，吴大师，哔哔哔哔，吴大师，吴大师，哔哔。哔哔，吴大师，吴大师，哔哔，哔哔，吴大师，吴大师，哔哔，哔哔，吴大师。是英文版。什么呀？请问要先看多没有点？点哪一首歌？这个，你听哦，假音之神。要不要听？我不会唱。快点唱，快点。你要帮你练一下。好。帮叶朝会就温柔的歌，假音朝唱出来。我帮出来喽。好。我是林志炫，认真唱啊，乱唱，你还要照哦。认真啊！来一首林志炫的假音。阿姨抓掉了。红茶要几杯？红茶要几杯？真话。我怕逗女朋友喜欢我嘞。来喽，假音之神，你们你要不要回去？我认真唱，三进好唱。啊，蛮不假。又来了，你那边大声了。认真认真，大声一点。Okay.
里面是什么？这首歌名叫什么？还有一首，哪一首？我听这个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吗？认真哦，认真哦！看我，我是歌星，我钢琴哦。有没有向林志炫？有向林志炫吗？像像啊！第二首是哪一首？这个这个是好好巧克力橄榄酥。认真唱啊！唱完胜。哎呦，麦克！唱好林志炫。来。阿哥阿哥。你的声线不是最真阿刚唱那个了把小龟的一下看镜头唱看镜头看镜头哎呀你要再动大的你这样两个人不用了不用了对在这次心中不知其知的伤心怎算的这句感谢只有这里是最最美的人心这条路上曾经真的真的的记起来我只是什么那个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都在吃嘛对哈喽下面一个大头说不清讲出真
起来。大美的不是那个有那个还没有那个。来唱完，把它唱完。好巨人，爆唱，再一首，再一首。危险，危险呢，危险。实力组奖评一下，觉得他唱的怎么样？还好，还好啊。嗯，希望他那里可以改进。我说希望他那边可以改进。啊？希望。你几年级？三年级。三年级哈。唱歌，喜欢哈。他是哪里的人？不知道。你是你们澳花的吗？还不知道，他不住澳花。是吗？弟弟来，过来。你觉得那个实力组哥哥唱的怎么样？不错。啊？喜不喜欢听他唱歌？喜欢。不要跑调。你几年级？三年级。三年级。喜不喜欢实力组唱歌？啊？好。跟雅基念哈，那个太阳怎么讲？瓦利。瓦利。那你那个小脚怎么讲？嘎盖。嘎盖。很好哈。那个眼睛会不会讲眼睛？罗亚。罗亚。好，看这边哦，很好。鼻子。五户。很棒哈。那个嘴巴。麦瓜。麦瓜。耳朵怎么讲？爸爸。爸爸。好，你现在有头哈，头怎么讲？嘟噜，嘟噜。哦，你要把那个头发绑辫子，头发怎么讲？噜噜，噜噜。那这个是眉毛哈，眉毛怎么讲？乌金。照着念一遍。你再发音一次。乌金。好，念一下。好，不想念了。眉毛怎么讲？眉毛怎么讲？没有眉毛。好，那先，那有的是说额头的毛，那有的是说那个眼睛的毛哈。好，那个什么，妹妹，看这边，叔叔再录两个字哈。那边。那个，我再问一点点，唱歌怎么讲？麦瓜斯。哦，很好哈、哦。那个跳舞呢？有力。哦，很棒哈、哦。那个你刚刚说蚂蚁对不对？你刚刚看到蚂蚁后，蚂蚁怎么讲？五脉。好，五脉哦。好。啊，你这样笑，他讲错了。就我不晓得。那个，水怎么讲？水。下。哎，水叫个下哈。
好。